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对那个确诊的那个物资发放有兴趣啊？我也是从来没有受到这种关怀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好啦，终于开起来了。我们看这个新北市简易隔离关怀包，啊，最上面那个应该是信封啦。然后这个简易关怀包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先把它拿走。好啦，那我来一个一个介绍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首先是牛奶啦，牛奶的话还行啊，不过我自己有个强迫症，是我牛奶一定要放冰箱。不过喉咙痛，应该也不会想要喝冰的，就是。然后接下来是两个罐头啊，一个是那个花生配那个面筋，然后还有那个小黄瓜，这些都是台湾很常见的罐头啊。再来是泡面，素排骨鸡，这个我以前吃过，但我记得这个没有很好吃。再来就是肉燥面啊，这个不用讲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再来就是这个检测套组。这应该是让你解除隔离的时候检测的吧，看你还是阴性还是阳性这样。再来是这个自然的盐饼干，它有两个，然后还有附赠一个这个温度计。接下来这全部就是这个我们居家隔离包的这个内容了。我自己觉得还行啊，毕竟现在确诊的人那么多。然后底下又有人留言说，我家的狗有确诊吗？米奇，米奇。你有确诊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神秘。现在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啦。老实讲，现在已经没有症状了。现在差不多是隔离的第六、第七天了吧？如果说还有症状的话，其实也是蛮恐怖的。那其实就算我解除隔离后，外面现在确诊数这么多，老实讲，我解除隔离后，我敢不敢出门我也不知道。反正现在就是待在家就对了。好了，那跟各位讲一下，说是其实我的闪炫买的非常多啊，应该是买了10000多颗差不多。但这一次的闪炫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难卖，那特别难卖就算了，那我就自己洗嘛，没关系。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两个女武神之心来洗洗看好不好。那如果说有观众想要跟我买闪炫的话，也可以来私讯我的 FB， 我也是非常乐意卖好不好。那我刚刚有打听了一下，就是女武神之心要是你10颗以内没有出货，老实讲都是亏钱，就是这么恐怖。所以你一定要10颗内出货一个30%，或是说33%或顶%，这样子你才会赚钱。那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说属性现在有4个嘛，力量、智力、敏捷、幸运。然后以现在的市场趋势来讲的话，现在敏捷跟幸运是比较便宜的，然后再来是智力跟力量，它属于比较贵的。所以我的话啦，我当然会比较希望洗到这个智力跟力量会好一点。力量的话，因为它有这个剑豪，剑豪有多强大家都知道。智力的话有阴阳师嘛，所以现在这两个属性可以说是可以卖的比较贵。然后现在最被唾弃的这个属性就是敏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大家看到敏捷就不开心。以前敏捷还很贵的，就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正玩一个破风使者。那时候破风使者刚出的时候还蛮夯的，那时候敏捷可以说是最贵的属性。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敏捷又被沦为是这个最烂的属性之一，我也觉得有点纳闷，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来马上洗吧，希望可以一颗就出个30%啦，因为毕竟30%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就来这边洗了啦。那这两颗女武神之心是我刚刚从拍卖拉的，然后有一个还有上保护卷轴哦，他想法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洗有保护卷轴的，好看他会不会运气好一点。
来，第一颗定生死，因为只要你超过十颗，你就会亏钱。来，第一颗中，幸运、力量、敏捷，哎，这个共估啊。来，第二颗，哇，这好像感觉要亏了哎。第三颗，来。第四颗，来，哎，哎呦，可以啊，有没有30%智力，漂亮，运气还可以哎。我想说，可能要洗个超过10颗才有30%，哇！而且现在洗到智力哦，智力的话现在价格还不错，所以我是洗4颗嘛，4颗的话差不多也只花个200块而已，哎，好像是赚的哦，可以哎。好，30%智力，第一颗这个出乳了，那我们来洗第二颗，哇，好像洗20颗有了，哇，出这什么东西？顶趴防御是不是？然后底下还附赠两个这个智力的129，快扛不住了。出，喂，这不是在搞我吧？连续两次顶趴防御。哎，顶趴防御还没那么好洗哎，我可以连出两次，也是有才华哎。这已经洗了23颗了，这颗已经没救了。哇，你防御顶的出来之后又个次顶，纯粹来搞事的。哇，这颗有点亏哦，智力全属力量幸运。哎，防御可以再多一点，没关系啦。六啊，30%力，感觉是亏烂哎。看一下，所以一颗洗到30%力，一颗洗到30%智。哎，我刚讲什么？智力跟力量稍微比较贵一点，所以我是洗到两个比较贵的啦，但是消耗的闪现数量有点多。刚开始洗的时候是1077嘛，所以。我其实两颗消耗掉了35颗左右。好，我们来查一下市价吧。顺便，好，我刚查了一下市价，发现说我亏损了900多台币。然后我发现这个30%力的力量完全没有什么价值，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洗掉，好不好？我应该是不怕亏钱啊，直接就把它洗掉，看能不能出个次顶。好了，那我们来个速洗，希望出个次顶，能卖就好，好不好？来。再来洗，洗掉，拜托，全属防御，来个次顶啊！两个顶趴字，敢不敢给啊？硬要给我两个顶的哎、欸，次顶没有，来次顶，幸运之力，来次顶。来次顶，30%智，然后还有带9拳，要留吗？思考一下，把两个都搞成30%智哎。好啦，智力看起来比较贵啦。哎，就我发现一件事情哎，智力是最贵的，然后再来才是力量，然后敏捷、幸运这样子哎。好啦，不然智力留一下好了，它还有一点价值。好啦，那就把这两个拿去卖吧。看起来是这个亏钱收场啊，但没关系啊，大家看得开心就好了。那有人想要买这个38字的女武神吗？可以便宜卖啦。然后我顺便教大家怎么查一下现在的市价好了。你记得来艾莉亚的那个拍卖，因为为什么要艾莉亚？因为艾莉亚的人比较多啊。然后道具名称查女武神，然后潜在能力找 INT。三排都用 INT， 然后你这里就可以打12 12 12 12 99啦，然后你就可以查一下，查一下说现在的多少钱，166亿。然后你记得也要查12 12 6，因为12 12 6也是30%，166亿，然后169亿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到抓到说是166亿左右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启你的小算盘，这时候开启小算盘，然后。166亿嘛，然后除上现在我拍这次
拍这个影片的币值是440 ,166 除以440，这样是3787，所以就是差不多3800块，就可以大致上知道说女武神之星38字多少钱。那两个可以卖3800，一个可以卖3800，那两个就可以卖7600，差不多这样。好啦，我要拿去卖了。好啦，那喜欢我影片就不要按赞订阅分享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